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AK Camera 的 Frankie。 今次同大家介绍一下，譬如说平时去旅行的话，会大约会怎样去带分布你的镜头，相机咁因应你自己的需要啦。譬如话你可能你自己是用 M 系列的，咁咪用翻你个 M 系列嘅。无论你是 M 十啊、M 二四零啊、M 九啊，甚至乎 M 八都唔系咩问题嘅。咁我自己个人咧就会中意用SLR， 因为有时会拍片啊，咁咧会比较方便啲。至于镜头方面咧，咁啊一支就系会系大光圈啦，无论系35.4啊、51.4啊，甚至乎再大光圈啲，去到51.0啊，都唔系问题嘅。咁啊呢支镜头咧，主要系即系俾系夜晚啦，或者低光嘅环境嘅时候使用啦。例如话有时夜晚啊，食完饭之后啊，行夜市啊，行街啊，咁咧呢支镜头咧就会可以大派用场噶啦。咁啊，另外咧就會有一支長焦距啦，咁通常會帶90啊，最長唔會多過135啊。咁啊，因為太長，可能一般嚟講係作用不大啦。咁當然睇翻你實質嘅環境啦，可能你影大仙曬，咁當然要長少少啦。咁我係講緊係一般個用途方面咯。咁譬如話90可以影下啲咩咧？有時影下人像啊，影下小品啊，咁呢個都係好啱用嘅。咁咧，仲有一支咧，我比較中意嘅咧，就係一支三焦鏡。呢支鏡頭咧，分別擁有咧28啦、35啦同埋50嘅焦段。咁點解係比較好用咧？就係話去到唔同嘅地方咧，有時要轉鏡頭嘅話咧，都頗危險嘅。咁咧就變咗咧會係第一就係話安全性嘅問題，會方便啲，唔會跌嘢啦。咁另外咧就係話要轉嘅時候咧，隨時可以轉啦，唔使話又要行埋一邊，跟住轉完之後咧，咁啊成隊人咧都係因為咁樣嘅會拖延咗個進度嘅。咁變咗呢個咧鏡咧就非常方便啦。你譬如話28啦，其實一般嚟講咧都係夠闊嘅。咁而且咧喺 M 機入面咧係最闊一個角度嚟嘅，即係話你可以用 M 機嘅話咧，係通過呢個 rangefinder 咧係睇得到佢最闊嗰個範圍。35亦都係睇到啦，咁50更加唔使講啦。咁呢幾個焦段咧，即係平時嚟講咧係好啱用嘅，譬如話影大景啊、合照啊，或者係呢、這個近少少嘅話咧，其實都 OK 嘅。咁呢支鏡咧，所以我係幾中意。咁雖然話光圈唔大咧，但係我影大景嚟講咧，一般咧都收光圈噶啦，5.6啊、8啊，甚至乎11都會嘅。咁所以呢支鏡咧，我覺得係OK 嘅。嗱，今次咧我就帶埋一部航拍機啦，因為喺呢度就當然唔適合去用啦，要喺啲人群比較少人啊，或者係冇乜交通嘅地方咧，就比較適宜啲。咁呢個地方咧就唔啱啦。咁呢個我覺得係加埋之後咧，會整體個旅程咧係有好豐富嘅畫面。咁我會幾中意嘅。咁當然啦，你話帶唔帶埋腳架嗰啲就視乎翻你會唔會影夜景長曝光啦，又或者會有時有瀑布啊，影下流水啊，咁嗰啲都係需要用腳架嘅。咁啊，帶一支方便啦，唔會太重嘅腳架，因為去旅行嘅話咧，你唔係淨係一日半日會攞住啦，咁你可能攞住都起碼4日。咁如果太重嘅裝備咧，有時會真係會氣餒嘅。咁所以咧，都係建議大家咧攞啲比較輕少少嘅腳架咯。嗱，説話唔講咁多啦，而家同大家一齊欣賞一下呢個旅行嘅片段啦。
果你欣賞我的影片咧，歡迎你俾個 like 我啦，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嘅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